今天来看魔兽，今天是太阳对云豹，秀一个太阳云豹，这个是裁判，现在是冰火波罗油跟鸟蛋，哎，这好秀啊！你要吃什么？嘿嘿呦呦，哇，吃货现场。加油！小的好处就是我们连那个就300块那个自由座都超近的这样，而且整个看起来感觉，我觉得赞，对，没错，我差点就摸到 Howard 本人的大腿，差大概60公尺吧，对，对不对？赞！欢迎大家来看球，差大概30公尺，欢迎大家来看球。没错，我要抱他腿的时候，被另外一只腿挡住了。什么鬼？赞赞。